乐高乐园里面的东西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有小狗，它说你看哦，它会动哦。它全部都是用乐高的器材来做的，然后你看一下它，全部都是用乐高所做出来的。然后脚还会踩，开始非常的有特色，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由乐高用具所做出来的，所以蛮有特色的。啊，小虎纹的吧？看一下，要拉手风琴的会拉。